这角色叫什么？叫芬不乐的。冰雪没过吗？狠狠的在家里混呀，乱混呀，就这么一忙子了。你又不是生来吃苦的，不用纠结。既然没过就乱混，放心混没事，放心大胆的混，绝对不听。我要说不听就不听，不听小子668。炸弹炸的时候有连锁闪电，行吧。哎呀，我也就一颗炸弹，博道具是白给的，不拿能怎么办呢？什么东西打的我呀？哎，把我的钱还过来，混蛋！混蛋！哎呀，我太脆弱了。哦，哎呀，银丝妖会员，他是一个特殊的商人。当兵这个事儿本来就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，本来就不是这样。人过来招兵就是招兵的，他也得挑选的嘛。哎呦，都有两颗嘞，真能扔呐。总是把自己有飞鞋这个事情给忘了。洞穴二，你刚下来的地方，6122。该干嘛？你还有挑挑拣拣的资格的，你想多了吧，同学。你觉得你还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吗？能干啥就干啥吧。储备食物以备后用，真的能干啥就干啥，别挑挑拣拣了。他这以备后用是怎么放出来的？干啥就干啥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没能干成的事别多想，缘分没到。哎，他这里是从哪过去的？从下面炸过去的。这里也没有爆炸的那个东西啊，可以直接炸吗？它没显示也能直接炸的，
600巨款。那这里也能直接炸了。踩一下好像会给我东西的，我记得。最大生命值减少，最大生命值变230，230就230吧，哎呀，230就230吧，无所谓。怎么又踩了一下？踩了一下把那边鱼掉出来了。是啊，简单来说能读就读着，对吧？你读不进读不了，读不进或者读不了的话，有活就干着。走一步看一步，反正自然而然就很多事情就船到桥头自然直了。没什么好迷茫的，你经历的这些东西并不能决定你以后的人生啊，并不能决定。就目前为止，你从读书到毕业为止经历的所有东西都不能决定你的人生。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件，对吧，改变你人生的大事。反正生活你就先过着嘛，别想那么多了。90度，这炸弹变成什么样了？是把雷给扔出来了。扔一下看变什么样了。感谢醉酒大哥送的教育啊，谢谢唐伯虎点一顿老板送的小型特效。我的妈呀！给我炸成这样了，我。坏东西啊，我好惨呐、啊、走在正道上是让你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因为那样你付出的代价很大啊，不该干的事别干，违法乱纪的事情干了，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，不是，而且不是你想挽回就能挽回的。哦呦，骂箱子啊！宽刃是什么东西啊？宽刃？以前有这东西吗？它不是都是矿镐吗？考都考完了，再去想那么多事就没意义了，对吧？其实那些事都是应该你考试之前去考虑去想的，都考完了，你已经要直面你后面的事情了，想那么多有什么意义？那有些人他天生读书就读不进，你也不能怪他。就我随便瞎说说，你送 C 罗跟梅西这种人去读书，你说他能读得有多好？真的不一定的，人家可能就是专门就搞那一票的，对吧？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你，我只是告诉你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，真的不用太纠结。反正你这已经成为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了，考都考完了，该干啥就干起来吧。
并不是说你的人生就这样完蛋了，并不是的，没有这种说法的。再说了，现在大家都看得很开的，很多家长都已经默认了，对吧？你不结婚不生子又怎么了？你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就行了。人来世间一趟不容易啊，自己心安理得，活得开开心心就好了。当然，你不结婚不养小孩，还是得把你的赡养义务尽一下啊，尽一下你的赡养义务，对你爸妈好一点。其他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吧。忏悔是什么？搞生命。造成更高投掷伤害。就三个诅咒，以前玩那东西十来个诅咒呢，三个诅咒多吗？多乎哉，不多也，才三个而已。好东西啊，人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。我小时候很逆反的，我爸跟我说，一直跟我说啊，好好学习，争取以后长大做科学家，搞创造发明。他跟我说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我非常逆反，我小时候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要当科学家啊？我不想当科学家不行吗？由于我非常逆反，所以我这个他说的话我都听不进去。但是你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的这个，你这叫什么呢？改变自己的社会层级，还真就是知识就是力量。这个是什么熔岩钥匙啊？要有熔岩钥匙才能进去，或者花9000块钱开这个直接跳进去。稿子级别太低了，什么稿子级别？灰砍的级别吗？灰砍级别我没怎么升过。但其实说的确实没错，搞创造发明不一定是搞什么科研嘛，对吧？你说你做个游戏，把制作一个新的游戏，是不是创造发明？其实就是的，对吧？你说你造辆车是不是创造发明？当然是的。啊，你搞一块最新的显卡，性能比现在强很多，是不是？都是。你甚至于发明一道菜也是创造发明。但这东西还是看你啊，看你这个人的认知。你懂的东西越多啊，你的人就越强大，那就是这就是包含在你的认知里面。你懂的东西越少你就越弱，这懂的东西越少你就越弱小，非常的弱。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移动速度好。哎呀，昨天还看了那个快速版本的那个天道，就一个老片，王志文演的啊，说的就是一个知识储备特别多特别强的一个家伙，学的是经济学的，强的都可以像是商界的诸葛亮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
偷偷怪守卫，强烈暗示你应该停下来。这没见过呀，要打 boss 了吗？哎呦，舒服舒服，哎呦，舒服到了，这下舒服到了，乱耍，这波乱耍。这帮 boss 打了才能够好。我走一走，我走一走。三把钥匙，哎呦，无敌个怪怪，干什么啊？你给我停下，混蛋！啊，畜生！我抢我120块钱，巨款被他抢掉。这个叫矿坑之下，矿坑之下恩德麦。120，这好像是那个什么 boss 吧，好像是那个洞里面钻出来的那个的啊，对，龙也钻出来，没错，就这玩意儿，猴子也钻出来一个龙，后面那关是一个岩浆里的怪，我这么多血啊！兄弟，你血怎么能厚成这样？完了呀，这么多血，小怪我都撸半天，我完了。也没玩儿，这太刮了，我的妈呀！三条啦，哎，要是有三连发就好了。
四条了，满状态。哎呦，关键这虫太大了，不要，不可以。我怎么跳一下人没了？我接受不了，太惨了，被爆锤。唉，太惨了，被爆锤，我的。我还有几个炸弹，我没注意，我有几个炸弹坏了，我真没注意。坑里面那个龙打不到我吗？炸弹会炸到自己的，那个十字炸弹很容易炸到自己的。确实是会炸的。好像东西挺差的，感觉可以重来了。铁树枝提高生命值、挥砍速度和攻击速度。空中行走也没那么糟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，你干什么你？你除了被打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这么多炸弹，爆了块肉片出来。这血条没到三百，怎么和到三百怎么差这么多呀？谢谢对酒当歌送的教育啊，感谢雾奇喵耶送的教育啊。确实十字炸弹 炸这种地方爆爽。发现秘密商店
2400块钱不进去，等会儿什么都买不起。这一个钥匙，一个雷，再加一个肉。这什么东西啊，我本来就带那个，这里的扔炸弹吗？可以扔吗？炸掉了，这个也炸掉吧。结果拿个诅咒宝箱，然后开出来一坨屎。商店的选项还变少，这诅咒宝箱就不该开了，又不给那个，又不给道具，亏中亏我。对啊，这游戏更新了很多东西啊，跟之前有很大差别，而且这游戏本身就比较耐玩的，加上我的存档没了，如果不开修改的话，我感觉能玩挺长时间。我这小怪也太硬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兄弟们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我忍不住了，忍无可忍，我忍不住。一天没吃饭的人还不能盯一下了，我的天，我什么道理？成何体统？我。受不了了，不弄个90000块钱，这给自己爽一波，我接受不了。一天没吃饭还不能让人盯一下了，这什么道理？我还有王法吗？啊？这还不能让人盯一下我？一天都没吃饭了，我一天没吃饭，我盯一下过分吗？同学们，你们摸着良心说一下，我过分吗？真的，我一天没吃饭，我盯一下过不过分？感谢焦糖玛奇朵老板送的比心。不弄了，差不多了，这差不多了，这说一下就一下，多搞就不合适了，对吧？说一下就一下，已经那个了，九个 W 少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，不要太离谱，不要太离谱。这把我很强，我只能跟大家说，这把我真的很强。这怎么地上道具还能攻击他的？怎么做到的呀？为什么还能攻击地上道具啊？我接受不了呀。那稿子是近战伤害，我打的是远程，不用很过分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同学们。不过真的往下打的话，确实是一格格走下去厉害，因为一格格走下去能吃很多祝福。现在路上少了很多东西，只是下去急着掏黄金打 boss， 跟他决一死战我。这次再遇到那个多头龙，肯定暴揍他我。
我知道以前都买过了，没事。哎呀，留点追求，给自己留点追求。切肉刀极品，肩甲极品。黄河那个是干嘛的？我得看。残缺也是极品吧？切肉刀掉肉，十九黄金电击敌人，攻击发电所闪电，无敌了。拼死券，增加投掷伤害、挥砍范围和挥砍速度。怎么是投掷伤害呢？你投掷，你干脆就加投掷距离，对吧？投掷速度、投掷伤害一起加。你这一般加投掷，一般加。岂不是很怪哦？哎，别走！混啊！混蛋，给我放下来！哦，惨的，把头衔宰了，素质真差哦。头衔的人素质真差呀，小偷，你个小偷！现在没诅咒，别拿这个东西啊。先去上去拿诅咒去。这六百的是干啥来着？生命值、治疗效果、黄金收度。好，去门口吃牌子。这里血包都可以留着，这把很稳。身上还能再解个诅咒。哎呦，那我这护甲是怎么恢复的？是不是有护甲药水啊？相当于我第一下不吃伤害，但是已经被我糟蹋了。哎，这个肥仔，哦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长得有点像那个马拉顿公主，肥仔雕像啊，像马拉顿公主。哦，链锁闪电好像能电好几个目标，至少三个吧，挺不错的。康复训练总开不了牌，主要是为了大家考虑，给大家省点积分，到时候出手的时候可以出的更猛烈一些。啊，该出手的时候出的更猛烈一些。现在巨多太小了，现在这个赢也赢不了多少积分啊。怎么110啊？哎，那个大的不是那个吗？怎么会是110的？不对呀，给少了，用也怕什么了，开三格啊。哇，浓吧了我，哇，浓吧了我。我的妈！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啊！这么卑鄙的！因祸得福，668。打没币我，真打没币我。
残缺每次进商店会给你一块肉。我操呐 ！Bitch！ 这怎么弄了这？哦，他进房间会回血。没事没事，进房间会回血，还能再开一次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大犬之外有个大熊星座，大熊星座的特性是让你多吃的血条变得更多，你多出来的肉你吃下去，你的血条会变得很多，叫大熊星座，拿到大熊星座好像就可以上千血。突然想起来了，只是目前还没见过，来个大熊星座呗。都出了什么鬼一样的东西了。可以烤肉了，命中可以点燃。好像基本上全是垃圾啊。啊？怎么乱出啊？这游戏黄金最主要的来源好像还是来自于 BOSS， 主要还是靠 BOSS 出黄金，每次打死 BOSS 好几万。我这游戏不比龙之牙带劲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游戏绝对比龙之牙带劲，好吧。龙之牙那玩意儿运气成分实在太大了，我突出一个全靠运气。哎呀，这个好垃圾啊！这钥匙剑好垃圾啊！吃诅咒去了。哎呦，死亡时还失去更多。哎呀，颅骨金盒这种游戏不要你充很多钱的话还是可以玩玩的，就担心那游戏玩到后面都靠数值，然后不充钱就被乱干了。确实手游整体的游戏体验就是你不充钱你就比别人差很多。如果是只卖皮肤的那种游戏，我感觉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你比如说像农药，它做的很成功的就是它只卖皮肤。像大家玩农药的时候，至少感觉游戏是公平的。
听说农药最近这个流量又爆高啊！啊，农药的流水又变得非常高了。游戏名叫《矿坑之下》，矿坑之下，摁的麦。哦，我拿了个毒水晶，我的攻击带毒。这怪是不是改过了？怎么这么多血啊？我觉得不太对劲啊！以前玩的时候加满，感觉这怪最多五下就搞定了，他打个8到10下，这么多下，总感觉怪好像改过了，血量有点不对劲。我的农药皮肤有属性的，对不起，我草率了 ，sorry。我草率了。农药皮肤有属性的，我不知道。确实，我这个农药都没下载过。那种特别牛逼的皮肤属性给的特别多吗？草率了，这样草率了。一点点属性，全部弄完加100攻。就你不买皮肤，你肯定被别人买皮肤的人暴揍的是吧？就无论如何你得有皮肤是吧？都一样，一丢丢作用不大啊，就是，总归还是有影响，影响总会有影响。矿坑之下，刚才说了，游戏名叫矿坑之下。不是你拿了我的钱掉下去，钱也没了。What the fuck？太气人了，拿了我的钱掉下去，钱也没了，真的气人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其实除了游戏，任何事情都是的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，真的。打手游你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免费的手游其实很贵，现实里其实也是这样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投掷伤还挺不错的，总感觉怪的血改的有点变态哦。那个别乱吹，真的，同学们，现实里也是这样。现实里什么东西但凡是免费的，它价格也很吓人，它的实际价格很吓人。普攻伤害刚才不是打了吗？60-70嘛，65-73，挥砍不行的，挥砍才45。我全家的投掷，我全家的投掷，还扔一个炸弹人出来，着火了吗？我想吃个着火的肉。哪爬出来的？咱们现在播出的游戏叫做《矿坑之下》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肉鸽游戏。先把黄金拿了！哎呦，要钱还是要命呀？拿个黄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，我造孽啊！真的造孽啊！拿黄金差点把自己拿死，我的。3块肉片先桌上吧。哎呦喂，造孽啊！拿个钱几乎把自己人拿没了，我。孙贼！10000多块钱，狠狠消费，狠狠消费，狠狠消。不是我哪来4点护甲呀？你不搞人吗，兄弟？我哪来的4点护甲？我变魔术变出来啊？
这不扯淡吗？这哪来四点护甲？根本就没有呀！这把有烤肉吗？这把有烤肉，早就忘了。我这哪记得住啊？根本就记不住，我早就忘了。是应该烤肉，烤完肉会好很多。多回不少血，中间这鱼我得烤一烤，高低我得烤一烤，大吃烤鱼。哎，没烧上吧？没烧上，我手烤，本来回60。现在回70，多回10点血，挺爽。啊，这层走完了？不会吧？这层没走几个格子，全走完了？祝福都没拿呢。4个雷，6个钥匙。底下的隐藏没走，我看看闪光了吗？感谢梁秋之感老板送的一个真爱玫瑰，下，这是踩一下吃东西，踩吧，来都来了不吃吗？这，正好有个那个靴子，他不吃伤害。这个祭坛是要吃伤害才会给你东西。尬主，600巨款，650，实际给了650。有那个钉鞋，他不会受到那个钉刺伤害了。就必须踩上去被那个钉刺戳一下，才能获得奖励。给自己来炸弹没用的，你要被钉子戳才行。他的条件是被钉子戳，不是其他伤害。牛头人嚣张什么呀？啊，你牛头人你嚣张什么呀？你嚣张个蛋呢！哎呀，好像捡了那个，加了又捡了，恶心啊！这到底是加了还是捡了？或者等于没加哦？感谢梁秋之梗大帅哥老板送的一个宝石结，谢谢牛逼大气的梁秋之梗梁总大老板，祝梁总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帅无敌。祝梁秋之梗梁总大帅哥老板迪克大大大，想多大就有多大。这游戏其实话筒已经蛮多的，我记得还有个黄金肉片的，肉片变成黄金，那个东西很牛逼，但现在没出现过。烤肉架，我不需要烤肉架，我自己手动烤肉。我买烤肉架，我就是傻子，我直接手烤。7把钥匙了，别买了吧，没必要买了。手烤还要什么烤肉架？现在要解诅咒啊！谢谢 AS 节目里大帅哥送的一个与你邂逅。我不需要，我靠远程伤害。远程比近战高太多了，远程升满的伤害高太多了，比不了比不了。
珊瑚里面有时候好像是会出东西的，用炸弹跟他换东西。用炸弹跟他换东西。你还有什么话头？滚！三个炸弹太少了呀，算了。我不加金子，我搞远程。近战不就相当于肉搏吗？这飞斧多好呀！小虫子这么多血，真的过分，越想越过分。流散弹，爆炸时射出投射物的炸弹，应该不能干我自己吧？应该不能吧？完了，踩个大火子，给自己踩成大猪皮。爽炸！蒙蒙吃，烤肉，基本上满上了，没问题。六把钥匙，三个雷，下一回合，冲锋。达波罗更新了，达波罗21号呢，别着急呢。我这波掉了多少血？没注意掉多少，反正掉了不少。目前不是很看好大菠萝第一赛季啊，感觉也玩不了多长时间，但也有可能也还不错。就大家玩家都喷的那个什么新宝石系统，我感觉也许还可以。已经更新8个多季了，问题是你更新你也进去玩不了呀，对吧？只是预更新预安装嘛。你现在更新完进去，你也不能直接玩第一赛季，第一赛季还是要到21号早上的，21号早上7点。哦，哎，坏老太，我真坏。嘿嘿嘿嘿，你看你笑的，我还不怕你死，我想起来了。之前祭祀的时候还踩过一下，啊，有新东西就能玩，新东西有就一点点，但不知道这一点点新东西能不能很耐玩。还行，这波吹 boss 应该是蛮有信心的，康复的差不多了。啊，已经出新的金装了，新的威能了。那明天再研究吧，今天我研究不了，明天我再研究。两个诅咒，有点狠啊，兄弟。拿都拿了，别后悔，别后悔，别后悔。大稿子怕什么呀？先往上走走。
这里就打 boss 了，这一层就打 boss 了，打完 boss 才能进那个岩浆层，岩浆层给的那个金块动不动能出那个600的大金块，那里面一挖就十来万，我乱爽。亏了呀，好像没加伤害呀，亏了呀，只加大小没加伤害，亏了呀。哎，这也能掉下去的，这什么菜蛋，不是这什么菜瓜，菜成什么样了，这都能掉下去的，又把自己菜到了，太菜了，我的他着了火就要400块钱，我接受不了。发射一些火球，这我买20000巨块，买。哎，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打吧，开战吧。这把必过，这么大稿子，我弄不死你，兄弟！你就说弄不弄得死你吧，这么大稿子，啊？说话，说，给我说话，够不够弄你的这么大稿子？喷，我让你喷，喷，乱喷，敲不死你，哎呀，这怎么会掉血的，真臭，哎呀，真臭啊，哎呀，哇塞，掉了40，我被自己臭到。快抡他！你住，臭蛋！这怎么这么臭啊，
道具差了，确实道具差了，没有反弹，没有三射，有反弹有三射，把屎给他打出来了，真的道具差了。清小怪清的慢，我大稿子好像拿了没用。有震荡，有冲击波了，好像。好像很强的样子。有个三连发就好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强太多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弹了我一下？健康餐饮。弹射，再来一个三连发，直接无敌。这 boss 不是被乱爽？开玩笑，我的这把 boss 不把 boss 干到沟里去，我把他干到沟里去，乱干，我只能跟你说你一个字，乱干。真的无敌，乱干好吧，不是开玩笑，真开不了半点玩笑，真的无敌。这么小一块黄金，为什么比那种大块的黄金出来的石头要多呀？大块的黄金还没出这么多东西呢，这小块黄金乱出。啊，这比之前强太多了！哦，我居然用激光对付我，怪犊子！把手松开，把你的张手松开，这是我的 money。 哎呀，崩了崩了崩了，扣了一个最难受的，造成更少的投掷伤害，难受住，学吧，终极血魁。那边我也开不了啊，那边要四个钥匙。地图没东西了，只能走史莱姆，你们早来！你这什么呀？炸了再说。完了，炸弹被我偷掉了。参那几乎撒了裤子的，
哎呦，天天做傻逼干傻事儿，我没救了，我把炸弹捅没了一个，玩个屁，我终极臭仔，我顽皮钥匙，调换你的物品，这炸出来有东西吗？别等我炸半天没东西啊。哎呦，诅咒药水我敢拿吗？我不敢拿了，我算了。来都来了，怕个屁！我干。何惧之有？扣就扣呗。啊，开锁会掉血啊？这么恶心的？也就是说我不需要钥匙了喽。钥匙了，算了算了，钥匙暂时也够，暂时来说是够的。这把都是加灰砍伤害的，我要吐了。给我来个弹射会死啊！难受啊，孩子，难受啊！钥匙跟炸弹互换一下，没必要啊。暂时来说没必要。什么东西打的我呀？我现在插钥匙。我不是插炸弹，同学们，我插好多钥匙，非常缺钥匙，非常缺。哇塞，一个激光扫我74，哎呦！哇塞，这波被打爆，这波真的被打爆。太突然了，打 boss 都没掉这么多血。我操，他这游戏随机性现在有点吓人哦。找个地方让他刺我的时候，这怎么办？我能找个地方掉下去吗？回了197，爽！亏出翔，我的。那炸弹炸一下回197啊！早知道打 boss 的时候喝这个药了，一下回这么多。都没好好利用它。治疗效果极高，对，三级的治疗中，三级已经算挺高的了。脏手给我送开，给我送开。我有钉鞋吗？没有吧。你一下给这么多，我这
这咋中呢？这两边都是，到处都是。用血买。没炸弹了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他这把钥匙我肯定是不用了，太亏了。嘿，这也行。这也可以的嘛，左边又是一个。你就是一堆金币，你装什么呀？你一堆金币还搁这装上了啊？哎呦，这有弹射小怪打老快了，我刚才快太多了，这小怪清的。等会儿抡 boss 的时候，小怪应该就清掉了吧？全是钥匙。不是，你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这还有道激光啊？他奶奶个腿儿的，这欺负老实人呢，又开始了。好，两边弄完是免费的，算你懂事儿。先把诅咒去了吧，那诅咒。啊，这都掉血，要是买一个肉，哎呦我的天哪，那道具要140个血。雷雷了。天剑组暴击时敌人暂时在剑矢中爆炸，什么意思？剑矢中爆炸是散射吗？我操，我连钥匙都没了，这不合理了，这有钱没处花了，这啊，谢谢你老婆老板送的蝶莲礼汁，感谢载春载宝大老板送的520小型特效，感谢大帅哥载宝大老板，谢谢载大宝子，感谢部落医师送的教育啊。给个998吧，哎呀。他叫我女士，我是 Lina， 你的慷慨犹如大海。这是新的，这以前没遇到过，但是好像没任何卵用，要给他一半才行啊，早说呢。完了，各一击我又僵住了。坏牛牛一直在再生，不行就找那个女的换血了，真的。那没办法了，谁叫咱，我的妈呀，难受啊，马飞难受啊，难受啊。全给会给个毛大 PG， 我你一天不吹牛你浑身难受，我看你
你的真名叫不吹牛会死星人。哇塞，这太恶心了，这真的太恶心了，把人活活的恶心住。还能继续再给他钱的。给他一半钱，你自选一个圣物。假的，有点假了，说实话。那我先把钱花掉。爱抚，绕 ，banjo 不是那个戴夫的那个潜水寿司店里面的那个黑人厨子嘛，不就叫班卓吗？给不了了，不能对话了，给不了了，不能对话了。这货看上去像是活鱼，我的，班卓到这儿来做狗了，我的，跑到这里来做大黄狗。天哪，一个雷啊，有一个雷，那我这颗雷应该打左上角合算了。班桥不是班卓，左上角是不是正好通到那个箱子那儿？八四，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看的呀，四把钥匙一个，直接开始飙脏话，拿妈在哩哩，直接当场飙脏话啊，当场飙脏话，地方脏话，我好不容易弄一颗雷，我就扔在这种鬼地方，我还要骗我钥匙，他还继续骗我钥匙，太恶心了。大好开局被告成这样了，难受啊，难受啊！我哪里有漂浮靴？漂浮靴是上一把的事情啊！我哪里有鞋啊，同学？我下里哪里有鞋啊？你这个人真的是好记性啊！这有你自己看这里有鞋吗？你再看看仔细，把上一把的装备说到这一把，真有你的啊！真有你的，小兄弟，真有你的。想送我走了已经，我的妈呀，我的角色有如此之脆弱的。惨的孩子被乱干，不是，这怎么也能被他抢一个黄金的，我真的我受不了了。不是这个帐篷还能遇到吗？能遇到的话我就站起来了。喂，我还能遇到你吗？帐篷，不杀我，不杀我，好啊，怎么钥匙了？约斯呢？约斯，
月丝，还让我卖血，我卖个屁的血。月丝，月丝，敢问钥匙在何方？钥匙在何方？敢问钥匙在何方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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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闯大祸，出大事，上面好像是那个房间，出事了，完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呀。我真的没了呀，这下骷髅可以对话的，真的假的？骷髅可以对话吗？我不知道骷髅可以对话呀。打开，卖，再卖，来啦！爱拼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。大哥，你卖的是什么呀？你玩你妹呀你！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刚才118血，哎呀，这倒霉游戏，我的妈呀，好像又要被爽了。算了，卖了算了，35卖一下，大概率死了。只要被 boss 打一下，我还有希望。冲！我跟他干。
稳住啊！滚蛋！哪来的小智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但凡多挨一下伤害都行啊，但凡能多扛一下伤害都。哎，不是五十九，是那个一百多就应该就行了。搞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搞不了了，两点钟了，真搞不了了。明天见，明天我必弄他，就这样了，搞不了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晚安。今天直播就到这结束了，祝直播间的所有大宝子们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睡觉了，晚安，拜拜。